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，是2024年的8月7号，礼拜三。OK， 今天的话呢，要加紧的、认真的做报告，因为明天的话，主管会跟约会。好，那昨天呢，我请假没有上班，好，因为呢，昨天有一款新游戏上市，好，那游戏上市的话呢，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，你一定要在当天玩。你才不会跟别人有等级上的落差，然后你所制作一些内容呢，才会比较有人看。好，所以昨天就请假了，全程之后啦，我觉得99才上一个，但是班的话，一年365天都有机会上，但当然就是有问题还是会处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卡上班吧。好，今天要绷紧神经的，要认真的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。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就这样。